是邓超，很荣幸作为第一位冬奥值日生。今天我设计的值日内容是发起爱的明信片的活动。作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双奥之城，我们愿意以一种特别而温暖的方式向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表示欢迎。日前，奥运圣火再度点亮北京。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到来之际，冬奥值日生计划与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惊喜发布，邓超作为首位值日生发起爱的明信片活动，纯洁冰雪，激情约会。看到北京冬奥会值日生计划，真的是还蛮有趣的。让我们来和邓超一起接受他的邀请，参加爱的明信片计划。冬雪之际，我们一起守护吧，也一起期待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吧。